宠物情缘为慢养狐狸犬圆妈咪梦，唱歌给他听，抱他亲他搂他，讲甜言蜜语。哇，为慢对谁这么好啊？当然是他的爱犬 Pookie。这套衣服非常的复古，大概是从他一岁穿到现在，已经穿了六年了。给镜头看，我是不是好帅？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，好帅哟！有没有？小心你的衣服，因为他你都要走光了你。魏曼的好身材早就被 Pookie 看光光了啦，因为他亲自帮 Pookie 洗香香哟。原来啊，因为 Pookie 有癫痫症，加上魏曼怕衣服湿掉，所以干脆全裸抱狗洗澡。那你当初是为什么想养？那时候不认识狗，可是就觉得很想要当妈妈。然后我做了一个不对的示范，我是用买的，我在士林夜市买。我因为买了它之后，我就开始认识动物，我开始真的是知道说，原来动物的繁殖是这么可怕。吼 ，Pookie 真是好狗命哎，给主人抱着还打呵欠，我都尽量抱在身上。真的，它曾经出过车祸，我们进到那个动物医院里面，看到它。就是全身都是血，我真的吓死，我心脏都快停了，我就是大泪崩。后来就有医生说不要哭，他只是打麻醉。丁阿布也对 Pookie 秀喵喵。我回家的时候，如果很久没有抱抱他、搂搂他，我妈会为了这个哭，觉得他小狗狗都没有人陪，好可怜。一家人都这么爱他，但狗儿子却……我手有曾经莫名其妙被他咬破，这里很深的伤。苹果让烂人赞被狗欺，报道。